大包的物件，每七大包。来，几个要吃的来，赶快。几个？七个，七个。帅哥，帅哥，冷大包来。天太暗了，没有，还蛮亮的，还蛮亮的。来，200块。这要几张票？三票啊。来，找背吧。三百三，一盒110，三盒带回家来200块，最后一位了，来，大哥来。来那个，有小朋友吗？叔叔也有人点哦。有人点吗？有。来，猪肚胡椒鸡上架没？大哥，我爸包完了，快。这常温呢？门边。对。这七包299，我不是开玩笑的。门边哦，人冷场都不用哦，我是要了钱卖卖的哦，来，我爸。真正好料哦，不是坑料。来，我爸一个买。不会太多啊，最后不用冰，可以到明年6月。啊，我买两包300的，来两包过来。小弟啊，这是小弟啊。啊，多爱收一包咯。来100给他。分一包啦，不啊，好，太谢了，谢谢了。门边哦，你也要煮吼，甲偷开甲倒嘞，甲听分到，加了就好了。来，马下雪牛小排雪浓汤，哎呀，这种啊，真正袂好啦。来，有要食的无百过来，两包哩。这真的是一包299啊，我不骗你们的。这里面拢有排住，恁会当去给伊看。一包就是299，来两包500块，有人要食牛小排雪浓汤无？这是餐厅才吃得到的口味，起来家底哦，恁哦贱卖，互恁去食。来，我爸过来，香水拿开。来，九姐妹来，牛小排雪浓汤包，有肉哦，不是只有汤哦，真的有肉哦。来，我爸说别急了吧。你真正金买啦，这种物件无常常出现啦。这也是常温包，不用放冰箱啊。放冰箱，面层卡豆卡一样卡得，卖去放去，拢袂太甜。一旦放到明年六月，你也袂去加购，到购物的时间让你想看。300装起，爱卖600，爱卖我，我卖你500，无人要银钱来招结单钱，500块买袂落去，来500块，500当然嘛比鸡肉较贵。这是韩式鱼板，500块无人要银钱哦，真的有里面这个图片是真的呢，不是假的呢，里面真的有肉的呢。细胞哩，我爸讲招一个人去买，500块来，带回家啦，这个不用冰啦。我直接要了钱，无所以无啦，无半个假买。来招一个500来，简单啊，今年啊，后厝我袂阁做这种戆代志啊。唔免500，三包拢我哩，唔免400来，300过来，300块，牛小排雪浓汤包。三百了，常温包。这常温包不用放冰箱哦，我是说真的哦。来，300块，其实我唔免料啦，我放诶我也袂歹啦。来300块，加南米类了，变牛肉汤面啊，袂晓吃啊。来300块哦，来300块得。这里收好我下班啦，非常强。来300块，够人要吃无？真的不用冰，我这样是两钱卖你，2包300都买不到了，还3包呢。来，最后两位，当然毛吧，来300块，按公斤的啦，但这个无嘛，三包你都买袂到了。来，大哥要吼，来雪浓汤包来，牛小排雪浓汤包，哎，水哦，旁边，来300块，最后两个人给你，牛小排雪浓汤。来300块，阿伯伯也手，我们这边拢无吃苦的吼，我们做，好，兄弟，来韩式鱼板，来那个东西好了，来葱肉派好了，对了，阿妈要卖了，葱肉派羡慕最最大，刚才带回家的，来家哦，我让你羡慕，来刷你不要表扬，后来刷你都准备，来葱肉派三百，来玉香葱肉派谁没有拿到？哎，不来呗嘞。我来100块，来谁买的？100块，鱼香葱肉派都有了哈。来铁路猪排200块，来我来买煎吧。没有买。有人要吃铁路猪排吗？一片40块，2片80块，你改等你煎不免浪费。来三碟、4碟、5碟，我你200块。
来两百，来七条呢，来两百，来八条呢。无九条，无十条了，来两百块，叫姐妹来铁路猪排，来一个人十片给你，来两百块铁路猪排，我来个煎包，十条两百块不要给钱，谢谢。我恨铁路猪排，不要再拿给我。OK， 然后拜上面包啊。来鱼板能八包还是鱼板？一包350多。你分给我。好。来一百包。我要做麻辣烫。好。来阿贵也要捞几碗鱼板哦。外公啊，你送进来，你要我全部都留给他。你是说真的还是假的？来还是鱼板能八？哪个价宝？还是鱼板能八包？这两包的鱼啊，我哎，这是金线鱼在做的，动车阿萨布鲁鱼啊，吓，来两包。来三包哩，三包一公斤啊，两百块。你哪唔叫我全部拢阿贵啊煮麻辣汤，一百块来，这两天两包等于煮，还是100块。这个就是那个在全家跟 Seven 那一种麻辣烫里面很长很长一条的那种，含水100块，怎么煮随便你好不好？啊，因为被煎被煮被烫很好，因为我买过，所以我要拿来做麻辣烫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来叫阿贵啊。那边小姐姐好不好？请他点根杯。来鸡块了，你那个鸡巴给拿起来画画了。啊，鳕鱼能修可以看。啊，是鸡块啦，这是鸡块，薄皮鸡腿块，美式的桃城的大牌子，来300块，一个人拿两包，这跟你们外面买的价钱就是一样的，来两包三包。鸡腿块，哎，这个我唱起高凤蛮厉害的，好啦，一人三喜锅啦，拿来拿给你了，超好吃的鸡块，来一个人两包哦，不是一包卖你哦，来三包。来冷巴货给对来200块，超好吃的薄皮鸡块，来冷巴货来，不好意思只有6个哈，两包300，今天特价，来200块来，再一个给我，来这有价一包问了，你要问嘛多价，你不要问嘛多好价，哦，那包蘸酱是椒麻酱，哎，你蘸也好吃，不蘸也好吃，来冷巴货，因为本身它的鸡块是鸡腿肉下去做的，所以你不问嘛多怕咩，嘛多油，来冷巴货来，200块。你要不要妥协？我手不会动一下。我手不会动。啊，你来拍谁？来，冷巴过来这样。用嘎，用嘎，用嘎。哎，多少人买美式鸡腿块？啊，别弄够不？有啊。有人买，有人买中咩不？对啊。来，无你去加不？没有买过鸡块，你刚才还上呀？多少位少少林寺回来还未吃过鸡腿的鸡块？来，这样买一包100块，来一包红，买十碗，我你记一下。怎么买？没有买过的，100块给我。加过的，加过了哈，来，过来来，一包红存五包，这不够花一包了，这一包是百五了，一包就是150了。我是剩下几包让你们试试，来一包红，最后价啦，我这边两包呀，来一包红，今天存两包两包啊，来，小姐来，这里外面买一包149。真的是150，我没有骗你。来100块，最后一包，本啊，美式鸡腿块，来100块，还没有买的举手。有了哈，存几包啊？你别抢了，几万阿喜完啊。二来算你个话话。来想吃鳕鱼的，刚才没有买到的举手。这餐厅的有没有？这餐厅用的鳕鱼。有人要吃算你的，记得。来牙签，我要怎样解吧？我解了，不要害羞，我不会叫你嘛。撸碎得把撸油哦。这鳕鱼是小只的下去切的，可是小只的一只只会切到2块而已。这第三块就到啊，因为伊是串串在切的，它有这水的刷你中国你吃，所以第三块一定就到，就到就无贵啊，无五的无到无空的足贵。然后被价500块完了，铁板鳕鱼来500块，想吃鳕鱼的，我是最后卖一次卖鳕鱼的，不要再考虑了，来500块完了，铁板鳕鱼，盘子，盘子，我爸不让给钱啊，铁板鳕鱼啊，
你大盘。你用大盘的哦，安尼料较软薄。料吗？料来料，来五百，少一个人加金钱来。铁板雪鱼500块，来大盘的来。来500块，少一个要嘛？不能半碗的来。您贵姓啊？有默契一点好不好？哎，我们喜欢邀请您呢，来喜欢这一盘的，如果觉得贵，你不会把钱要回去来。但是你现在不拿钱，等一下我只有五个客人买得到，来我发货完。我哪这队人啊？啊，不，伊绝对要这盘啊。做好价，把钱价做嫩，你去铁板烧前几点100块，我买一点。来500块，没有人拿钱。来招一个呗，500块算你，500。真的没有人理我，可以的。不要你送啊，后抓铁板鳕鱼不扣个出现安尼啊，就算出现嘛不扣，这个介绍啊。来500块来，这里几片了？10片了呢。随便来，无人买啉酒。来500块。哎、欸，真正无人啊？我来问啊。傻眼呢。还是多倒面只尔，无就无啊。来500。来招一个人加啉酒，来500块。500。动作帅哩，足俗个啊！这无多空个，足贵呢。一条真正50-60块呢。再买1000就好啊，来500。500，哎、欸，其实你那小袋里面有小箱的，装不下吗？就全部叫我来500块完。你们在等什么？等什么？袂使卖人啊，会使送人吃，袂使卖人啊。来招一个人加金钱，500块。来那边，你收着。大哥，你看吗？你以为收到钱就结束了？没有，来继续。哇，以后要吃这盘无机会啊！这料饲料较重我。来500块得，没有了，没有鳕鱼了哈，赶快，通通给你们了。两个。来500块，最后三个人，几盘螃蟹，500都。以后你买多几盘，来500块，来最后三位客人，来铁板鳕鱼，给我这边有两个。我不看你客路哪位，你若含万真鱼啊，免拍摄，因为这算你真正把重油。哦，你若感觉家己功夫歹，你也做一下粉的，做一下软的，安尼较好蒸，较袂焦饼。这是真的鳕鱼啦，吼、哦，你们不要开玩笑了，500块买不到这么多片了。来500块最后一个，阿伯伯也去。有啊啦吼，拢有买着啊吼。来，什么人有要吃的完的，规盘拢扛袂住，带大个买来。来，快点，等电话好，较袂去三客啊，耶、yeah。来，鸡腿谁要吃一包300，250。猪嫩鸡腿，小鸡腿，多价这袂嫌。这人一包300，你要我来200了。这大白兔做的呢，一包200块不能饮钱哦，给退呢。烧烤赤小腿，猪嫩赤小腿，一包200，技能35了，剩6包呢，一包八到，料料的800，做好价这色的啊，气炸锅用我烧得，来150，150块。存6包尔无啊，一包鱼啊五百，你150多，多少了吼？多少？多少？这不会啊，蛮够便宜。收起来，卖过就收喽。我来了。我这边1包200，还是3包？500，咱买3包啊？包了哦，两包好。太怪怪袂起。来，有盘我的绿色胶带诶。好。姐，你几块手链得？几块手链得？那个阿伯啊，帅哥，你买无？多少钱啊？我去买哦。来，一张了，来收钱。
最后一个，有客我拢爱哦，来，都爱来，都来。不好意思，没有了。我爱讲哦，一客我袂去作秀，啊，你等伊哦，咖啡哦，你也要烫的时阵，加滚一下，加滚一下。多滚一下，因为它熟了，你要多滚一下，它才会比较软嫩好吃。也是米粉。来，虎沙鳗来，有人要吃虎沙鳗的举手。来，2000块换到2000块，用虎沙鳗咧拼上尾啊大，做个虎沙鳗作秀一样。你们都不知道我在卖什么哦，突然间就哎100块就不见了，那一回要300，我还赶紧做。来，虎沙鳗。2000块我来，一次就400了。你们外面问得到了，这是大曼特 A 级的了。没有哎、欸，还在现场哎、欸。来2000，那我是优待三个人给的，三个就好了，再一次给你。来，有要吃的有啦。我绝对上好你，免2000，只是加1800，千五百块。我刚刚在处理那个脸书，说我侵权，不是半只人，是全只人，就只好提出。来1000块给我来，五三万，千块的。想要吃的举手。想吃五三万举手。不用举手了，1000块给我，我再送一只给你。不然没有啊？怎么？我外面没赏啊？先来这个盘子把它倒出来。哎，恁两个可以得，哎，1000得，1000块来，补三万。动作补三万就收一半，这不是麻烦的，这真正几只盘的。来，狮子头来。狮子头还有吗？啊，不用了。来，200块塞好，多吧多变菜。鸡丝好，来200，水库大港，鸡丝大斤了。储存量够啊！来700块完了。萝卜菜萝卜，来700，好来谢谢。来鸡肉跟来。刚才你鹅啊，这动物大家拢在吃鹅。一条本钱65，来五百钱，什么事？钱给我。好来，三条给你，一条咱们700吧，来200块鸡肉跟真正小好吃，对真好吃，来200块鸡肉跟。哦，各位你都不这样吃啊，爱贪美女，来200，招一个咩嘛，200块200块，他好亏，他好亏，我了了的。他说你200个，你那个给我。来200。翻起来。鱼的肉块不能吃。200块。翻起来。好香哦。我你吃一礼拜，无吃明年见，明年见了。来几个？七条200多，七条全部30块，比我恁较少。来200块，200块多。这不是我恁呢，这是100块呢。来200块，最后两个人给七条哩，大家要吗？来200块人，200块来，200块，二人无买着无，其余落选，超好吃的。来200块来，来后边迄只牛摊出来，哇，迄只摊出来哇哇。来200块来，大家要人200块，其余落选，来200块来。来200块，二人无买了嘛，最后两个人给鸡肉片，足好吃，用煎的，用气炸锅都很方便。来200块而已，不是5条200，不是6条，7条给你的，赶快要收了，乱卖了，鸡肉片200块来，来拿给小姐，来200块，二人无买了嘛，亲爱的，一条全部30块，你真正唔知影做厉害哦，一条60几块的，来200块来。来，大哥要来，赶快，鸡肉片。来，大哥要来，赶快，赶快。这一条不到30块，我嘛，赶紧的投入干活。不然的话，上分期一条在60，给70送做好币。来，最后一个人给鸡肉片，多吃，真正多吃。来，200块，都拿到了吗？鸡肉片，5条、6条，来7条，阿伯伯，200块我来。等下帮我收在。鸡肉片都卖掉哈，200块，好，谢谢你们啦。来。来那个葱肉卷给我呢，阿黄金鱼蛋花卷，来杯小黄金鱼蛋200块，购买来，购买拿过来。有没有吃黄金鱼蛋的？来200块，200。阿贵啊，无放弃，我嘛未使放弃啦。如果你等你，
来，黄记蛋来冷霸锅得。来，有没有吃黄记蛋？这你们去夜市就看到人家是卖的咖喱鱼蛋呐、啊，麻辣鱼蛋就是它。哦，这是黄记鱼蛋鳕鱼丸，来，五个人可以吃，黄记丸冷霸。五个人可以吃，霸锅，来这样一碗，来一百块碗，来一百块了，黄记鱼蛋。来说没关系的哈，来一百块来。真的很好吃，煮汤火锅。来一百块够，上个月就给你。来一百块。我还有，我只能我。五七八年，无啊。这一包爱卖六啊五，我卖恁五个人客，这啊一百五，料料的真多爽，黄记鱼蛋。真的好吃，你拿强温看，超香的。来，一样五位客人，没有了哦，抱歉哦。有买到没有买到就要下一次了，下一次没有这个我也没办法了哈。来一百五。多少钱？来三个。来，最后两位的黄金鱼蛋，真的很香啊！哦，来，请八号黄金鱼蛋，还没有买到的动作快，来，请八号来，来三分换掉，我来大哥这边请问，哎，说真的啦，这个我亏150卖你们了，来100块最后一盘没有了，请八号来，哦，谢谢，存一半哈，来，爱讲半碗来，这一盘，来三个客人。没有了，来七八块，我来三个人给你。多少七八？来休息哦。这边两个。不要停哦。三个收完。哦，没有了。我把你收了。来七八六。我把你收了。哦哦，你这样子。来500的小翅膀。来过来画底掉哈。来给我。哦，小龙虾这边。多少？好来。来。雪一排，看那边煎蛋200块完。水盘，哎，出钱我电视，别从我耳朵出来拿拿的。那快呀！直接拿了，不用等了，来七八货啊，这鳕鱼盘，阿拉斯加的鳕鱼盘。没有事，没有补了。蔡哥好，七八货。我们讲鳕鱼盘吧。好呀，希望这个话七八货。没料你呢？来七八鳕鱼盘。来一片40，五片200，来100块拿一拿。鳕鱼排来七八块，火腿是200的，来七八，六条哩，七条哩，七八块。来贝姐，对啊，仙草，来高点，来七八都去看小鲜肉。来大哥谢谢，来七八块来鳕鱼排，这个我很少再卖100块的啦，真的是要收了，让你们试试看，来七八块最好拿来了。算一百七八块，不然被减算一百嘛？他只要吗？这可以，这夹吐司啊，夹面包啊，做早餐、做点心、做宵夜都好吃。来100块，十片是200嘛？特价100块，算100，够人没被毁。七八块我没毁啊，你这没毁啊，你没毁啊，够几块 ？OK 呗。来鳕鱼排都买到喽，好谢谢。该买的都卖过了，你没有什么事被抢白啊？还是被空白机？要个，你那有发借工啊？你再搞嘛？来两百，卖几下啦？基本上300 OK， 可以七百块的。这葱肉卷，春节有两，一条30块，加倍你200的水饺来七百 ，OK。最后一个了，对煎对气炸锅，帮我加来七百块。玉香葱肉卷700块，春节有两，哎，10块掉呢，要200，你700块买得到。鱼蛋留给我做麻辣烫。好，就等你这句话，好不好？那很伟大吧？对，要给他鱼香葱肉饭吗？哎，这好吃。哎，要好，哎，真正的就好了。来，牛小排、雪龙汤堡上面加来两包卖500，都叫我卖贵啊。这里面就有牛小排肉，真的有。来，2包不免500，2包400，料料呀！来300块汤，一个人拿2包回去试试看。来300块，不好意思啊，这个很便宜。你都知道你回去校园的原因是什么？读书是其次，小吃才是重点。那2包300变多啦，这不用冰。这不用冰，这是常温包。不要像我，这一包人家卖299，你要选两包卖598，外面598，不用冰哦。就说不在，你也别住哦，他好冰，他得了你，加热就好了。
啊，甲南瓜面对，那时候研究所的时候，研究所是在另一个校区，大学不在另外一个校区，三百块，这是下面用挂不？手工花枝卷，免编我挂，这下免编，这厂我咧放啊，你名称卡到卡伊啊卡到，免放就对啦，免动，啊免冷藏，就安尼放啊，恁兜卖去拍几阵就袂歹啊。啊，唔过我一定，无食会当，哎，二十块，收牌当食我去，我背包背背。来三百，最后一个牛小排雪龙汤包，餐厅咧吃，干那一包，一包煮开就二啊五啊啦。来三百，三包拢互你无啊。最后一个，来鱼饺来，大家讲要吃鱼饺，来两百过来，四个客人就好了，鱼饺，无啊。所以我研究所那几年，来鱼饺，我研究所总共读了多久？我今天又回过两两粒，五十块，你那点一盘鱼饺就是两粒，五十。老妹价两百块，来一二三四个客人买，来要收了，来鱼饺两百块。哦，赶快。四个就好了，四个就好了。下次没有那么多了哈，来两百块。来纠结人家金钱来两百，啊贵你三还买买啦，今年呢没有贵。那个要，谢谢。来鱼饺两百，三个而已，三个而已，哇。要收一堆两百块啊！贵啊、来两百块鱼饺，成功今天两两我涨了五十，三个都卖完了，人家真的六颗卖五十呢。来冷爆过来，好结束，再给我一百。二，来帅哥这边上，给那我一件了，一件你再多，还行，谢谢，感谢你。哎，我请假不赚钱了，多，谢谢。来四百块全包，我之前没有了吗？我、哦、还有，俺那没水包，来几两酒，两百块我能回一个，一包哦。太少。来上面加两百块来，对，我在抱怨我研究所的时候都没有被。一条高十块，三条一啊七一啊五，来两百块我拿。花枝卷两百块，来三条给你，来再多一条，来两百块能超好吃的回一个，两百块来。没有了，现在就没有比我还便宜的花枝卷。研究所的校工的，都是研究生。这一条真的九十块，没有大学毕业。来两百块，不然要吃回一件嘛。来最后一位的花枝卷，不要我就来两百块回一件。三条鱼啊，七百两百，这条够吃了。最后一个客人回一件两百块，真正好吃。来两百，弄完啊、哦，好谢谢。那我休息了，谢谢大家，下个礼拜六日再相见了啊！感谢各位，拜拜。